尤其这个小竹笋了。黑胡椒烤肠，
炒金耳，那个腊月太嫩了，豆豉炒尖辣椒，好下饭，蘸着这个豆豉，它都是用的农村的小黄豆和菜椒去炒的，一瓶一斤，能吃辣配香辣，能吃麻配麻辣，啊，微辣、特辣都可以选择。幺妹的话哈，个人的话哈。是比较喜欢吃麻辣的，它是炒好的，收到货直接下饭吃，下周吃，炒辣椒吃，炒回锅肉吃，焖鱼吃，炒青菜也可以放几颗，都可以。这豆豉下饭是很香的，这个制品作品也有教程，你可以看一下。